琴了。嗯，好，哎，菠萝，也有说就是让他跟那个菠萝在一起玩，试验他一下，促进他这个是吧花钱期。本想是这窝不给他配，因为天凉了不给他配了，先让黑萝测试一下。说句那啥的，关键是啊，我不知道他多少天了，刚发现，所以说就把黑萝请来，然后测试一下。嗯，如果到天的话，我就打算是在外边找一个有证书的，给这个多米配一下。他下的小狗，我可以留一条，是这种，是这个回事儿。让他俩在这先玩一会儿，去吧，去、哦、不用收拾我，我先出去，不打扰他了。我走了，不用看我，你俩玩吧。是没有征兆了，已经隔过去了，啊，走，这儿呢，咬球，别咬，对，咬球。你看他们两个，一个比一个粗壮，是吧？回去。出来，走，不许出来，不许出来。知道你想玩，坐下坐下 ，no， 坐 ，no， 不许撒娇，坐，还跟我撒娇呢，你看啊，还又扒着我胳膊想玩这球呢，别，多米给他要，要，看着这个日子已经隔过去了，看他俩光顾着玩了。头一次不应该隔过去这么快，观察他一下。黑龙的小眼神就那样看。
这个呢，这个想撕牙了都。啊？是吧？嗯，没了，两节了。估计那个口刚才断那口啊，是多米咬的。多米上来之后，他不在那嚼了两下吗？是那个口。哎，多米估计还没到天呢，这是，嗯，刚开始，要不说嘛，这头一次不可能得过去那么快，别动，我看，他着急了，多米直接就咬他了，着急了，多米咬他，不，哎呀，我知道你嘴里有钱，给我呀。哥，哎，拿过来，不许不给他，不给他，给我，给我。哎，你起来。哎，刘龙，刘龙，坐，坐，不许吃，不许吃。去。这家伙这个兴奋度是越来越高了，这家伙，你陪他玩的时候必须得小心他，因为他现在个头太高，然后他跳的时候比以前跳的也高多了。你看这家了没？咬住球之后直接就趴我这儿来，直接他每次咬住球他就趴你这儿了。对，他直接就回来了，吐，吐，对，龙，坐，海龙坐。黑罗，坐。来，东西给你。一个球不够玩的，都喜欢球。多米过来，不给他啊，给我。你别给人家要，你又没抢着，你给人家要啥呀？啊？给黑罗一个美女，他都不知道珍惜啊。但是那个多米看着已经有征兆了，他是只是不到天，还是不到天。来，这看来他的脖子行不行？能行。来，站起来。 No， 把球给我。
站好，站起来，等你。看看我家小美女怎么样，漂亮不漂亮？小美女头很漂亮。漂亮不漂亮？多米给球，多米多米，对，看热的给你。你站，你站，站，看我，看我。艾米，不许叫！站站站站站，给给。球疯子，给我吐吐，多米吐了你也够不着了，给我把球，给我球，给我摇起来，给我给我 no no， 哎哎，跳来，给跳，多米都是球疯子。再待上几天嘛，观察观察吧，这一段时间必须得每天都得看，不到时间那也不能给他找，是不是？必须得找个恰当的时间才能给他找个合适的，合适的什么呢？这是新郎官。合适的新郎官再给他入洞房。嗯，行了，玩也玩够了，咱们回去吧，行不行？回窝里边行不行？热的，把那链子给我，把那链子解下来，把那链子解下来，不让你带了，吐！进去，过来，回你窝里，窝里，回来。